好開心，好榮幸，今次係可以代表第六區喺呢一個萬錦市議府裏面去發出一個強而有力嘅聲音，為民請命。咁我今晚其實係好興奮啦，亦都係有少少緊張啦，因為呢個係我第一次嘅就職典禮。咁其實我亦都好開心，亦都好多謝大家咁多位嘅支持，尤其是係區裏面嘅居民同埋所有嘅支持者，多謝咁多位嘅支持。咁我喺未來嘅4年裏面咧，我係會繼續努力為區裏面去解決呢一個交通擠塞嘅舒緩交通擠塞啦，咁同埋去改善呢一個基礎建設嘅。咁希望如果你有啲咩需要或者係有啲乜嘢嘅可以俾啲 input 我嘅，隨時揾我，唔該曬。呢份工作不容易啊，珍唔珍惜？十分之珍惜。我好似我頭先所講，就係我覺得係好榮幸，亦都真係係一個亦都好humble 去接受呢一個嘅使命。其實呢個真係一個使命嚟嘅。咁其實我自己亦都真係好開心可以做到呢一個嘅工作，係去為第六區嘅市民同埋萬錦市嘅市民去服務。